看到乒乓球台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跑男经典游戏？看字儿呗。好，看字儿，对。看字儿。就是乒乓球上写字，你要在乒乓球上看到那个字。在裁判打乒乓球的过程中，率先答出球上所写的内容，队伍获胜。能有效的缓解肩颈疲劳。我们选出来的两个近视眼。这能看见？这是字吗？慢点，慢点。子，乐，气，了，力。该猜了，都不看不出来。这是字吗？